您可以进到我们外面这个讯息这里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即时互动白板？这里，所以如果同学或老师您有问题的时候，您也可以从这边发问哦，我会随时过来关注一下。点开的在这里，你会进到这边，那这个我们是即时互动的，所以如果您有问题，你可以从上面这里哦，已经有同学进来，但是你不用担心你是匿名的，你不会曝光。你看这个有臭鼬，这个有精灵，有没有？兔子也来了。哎，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不好意思问问题，没关系，好，你就来这边。如果你是文字的，你就用这个有文字方块，左上角这里，有没有？你就点一下，看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用打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我在打的时候，你那边也看得到？有没有及时的？有哈，这样我们的沟通有没有比较没有距离？我们现在常常都在讲我们与恶的距离，我们先要与同学的距离近一点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如果你是属于你觉得你用打字比较慢、难理解的，您看上面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涂鸦的？你也可以用涂鸦的，你用画的，我也会看得懂。啊，你有涂鸦的哦，马上有人用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这边应该没有文字嘛，哦，所以不用分享。那如果你是操作的画面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只要把荧幕抓下来，比如说，哎，你这里有问题，你把荧幕画面抓下来，你直接来这边把它贴上就好了。Ctrl 加 V，有没有贴进来了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那边也会看到。那么，如果你跟他有相同的问题，不管是文字的、图片的，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里，你不用那个有没有一个叫新增注解？这里，好，新增注解，你就点到你觉得相同的啊，我要各位都有纠团过嘛，加一，这样我就知道有相同的问题，不管是文字或是那个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你还有问题，你可以加二，但是要注意一下哈，你如果用的是这边功能，你有登录 Google，你的身份就会曝光哦。这样有没有了解了？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如果在电脑教室，其实像这样做互动也很方便。这个比较，它在行动界面上就比较不是那么好用，虽然可以看，但是荧幕比较小，比较不好操作。但是如果是电脑教室的话，其实大家就可以及时的在上面做讨论，好，会比我直接写在白板上容易一点。这样 OK 吗？可以哦。所以如果待会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丢在这边，那我看到我就会马上回复给你。以前2年半前来的时候，同学很认真的话呢，我讲真的，我讲真的，在这里，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，在这边。那个，你现在进去还看得到哦？有没有很认真？有哈，对呀、啊。其实如果你加入这个群组，也会看到啊，也会看到，所以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啊。哎，这个是 Google 的绘图，也很好用。